金碧台湾新增加一个富欢喜宴，对境外赛道来平地，是一个对香港转来看亲戚朋友逝世两岁男性，同时也咪是第一礼拜内 TCD 对境外赛道来平地，韩国一下国内总确诊人数未来多的是报553人。十九新增加日计多，香港转台湾境外陆来嘅案例，还是855系日计是42岁嘅男性，几度7年15就出现检测后连归位同嘅检讨，17度香港转台湾探亲，已经过后入住同通知安排裁剪过后，都是九口诊。快到中午的时候到达我们的台湾的机场，那大概停留不到一个多停留不到一个钟头吧，就后送到这个检疫所。一下子见地咧，接触人有13，连做几家隔离，两三下几度香港强下大热，八三下几强病机前后两排嘅旅客，还有19家系强病机嘅机组人，连做几家检疫。不过咧，19家机组人老几两三强下大热，都冇已经推翻。一下每日见透过国际卫生条例国家对口单位通报香港。那另外还有19名，就是没有入境的这个机组员的部分，那我们也会透过这个 IHR 的方式跟对方通知哦。指挥中心讲，香港独清的跳过后，疫情又严重起来，有超过80%都系本土案例。指挥中心没拿出 WHO 最新数据讲，全球单日新增加病例连续6日都创下新高，17新增加23,000例，18高度25,900例，每群内出国际疫情还系都严重。下个新闻网站查签名日台北报道。